今天说一下搭胎式装车。其实胎质这东西不是搭出来的，是装出来的。因为咱这个位置地理受限，胎质有点高，我呢选择呢刨坑装，把前面的料呢挖个坑，然后呢把上面的料呢往下一趴了，一趴了就可以了。脚底下这个位置呢，尽量记住我说的，挖的稍微深一点，深一点，为了装完车以后呢，待会儿咱收拾一下台子。其实收拾的话也不用说特别麻烦，稍微简单的往前一推就可以了。想知道更多干玩家的，可以关注我，或者看一看我别的段子，有说到各种各样技巧与经验。稍微往后一倒，这台子这个位置轻轻一推就行。这个位置呢也是轻轻的一推，或者呢选择呢抖给它扫一下都可以啊。台子其实很简单的，然后这样往前挪车。下一车的话，你可以装台子后边的，你可以装台子都一样。这边的话，哎，就可以选择装这个台子。我呢发段子的话，发了将近有300多个了，基本上每个段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干活技巧与经验。希望你们呢那些个经验不足的，可以呢从前往后的挨个的翻一翻。谢谢各位老铁。